的弹性箱。据说一个条件短短300步之内就有好几个人死于癌症。我对面呀一个两个三个现在还有一个蛋四个我这边吃一个两个红星啊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一个八个还有一个蛋的县市居民也承受全台最高的癌症威胁。不过台大教授花了1年的时间追踪调查，发现六轻所在的云林罹癌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学者并未直接指出是六轻导致，只说显著相关，还说着说一切很不标准。而云林县政府又说十年来已经罚了六轻1000多万，到底谁说了算？在地乡民的健康又有谁能把关？决定人正在等待真相和答案。好，那大家当然知道那个台大教授就是我做。